善良，演员有神奇力量，体验不同的人生，光阴中也已白夜千行。善良今夜这星光灿烂，梦想的耀眼光芒，平凡的你有无限能量。善良青春有不同模样，屏幕上为梦勇闯，我的角色是你的光芒。善良轻盈舞台在闪耀，高光时刻要来到，特别嘉宾叫善良登场。我是演员李庚希，在电视剧《超越》中扮演了短道速滑运动员陈冕，奥运健儿们就是我学习的榜样，在训练场挥汗如雨，在赛道上拼尽全力。我身边的两位奥运冠军就是最闪亮的人。第一次能体会冠军的光辉，背后的付出却是难以想象的疲累，日复一日都是全力奔跑的汗水。珍贵的荣耀，洁白透亮赛道上急速飞驰，脚下冰雪随风飘摇，胸口红色旗帜在闪耀，共同的光荣梦想，让我们一起实现。我是演员焦俊艳，在电视剧《鹿山之歌》中扮演了高级焊工金燕子。我是演员夏德俊，在电视剧《鹿山之歌》中扮演了重工技术员董梦石。这是我们的师傅。改了30多稿我们的剧本，跟着师傅不停学习电焊工艺、数控挖机还有知识。我们和师傅们比起来可差远了，打过工匠拥有一流的技艺，努力把困难克服，毕竟有一颗匠心的工人最闪亮。打造中矩精益求精，掌握核心技术永远不放弃，无人驾驶的挖机履带起重机全球冠军。爱护车间智能造，探险手臂能伸百米长，匠心传承技术强，打过工匠最闪亮。我是演员任敏，在电视剧《最美逆行者》中扮演了护士于丽娜，向白衣天使们致敬，向无畏逆行的医护群体致敬。集结水出正好脚，全力以赴与生命赛跑，洁白无瑕的战袍，为你披上了无上荣耀，还来不及做告别，就默默把生命用硝烟的战壕，在漫漫长夜中无所畏惧冲锋向前。这是没有小角色，只有小演员。我是演员张冰冰。生活是最好的编剧，每个人都是我们的老师。很荣幸演绎了你们的故事，让我们致敬每一位平凡岗位上闪闪发光的人，致敬屏幕前每一个在新时代努力奋斗的你。是主角登场，不同梦一样滚烫，每个人为爱闪闪
追寻你的梦想，燃烧每一